珍贵的，我最呵护的小宝贝。想呵护宝宝的柔嫩肌肤，以妈妈的心来一同呵护。肌肤结构中的保湿因子神经酰胺可帮助紧致肌肤，与生物科技技术来提高产品的渗透力。乳酸发酵姜黄可滋润肌肤， pH 值为接近人体肌肤的弱酸性，以天然的洗净成分来柔嫩肌肤，呵护宝宝的娇嫩肌肤及减缓敏感。使用与肌肤成分类似的天然保湿因子神经酰胺，提升宝宝肌肤对环境伤害的保护力。高纯度低刺激可长时间维持，呵护宝宝肌肤，形成健康的天然保护膜。爱多美柔护宝贝系列。